这对双方都有好处，虽然奇怪，但还能接受。 给个答复吧。 甚善。 大人有何打算？
战斗无法解决所有问题，那就如此吧。
摆好阵势，准备出击，绝不动摇，我军必胜。 祝军好运。 我等已达成目的。 出击，威武不屈！憧憬胜利，尔等必将无往不利。 心神合一，咫尺可得。 跟钉子站稳一点，能者方可治天下。
众将听令。别来无影，准了。此中满含友情。此次会晤收获颇丰，多谢足下。保持镇定，挫其锐志。杀！你包围了敌城，可以采取不同的策略，可以使用攻城武器强攻，或者等待时机围困敌人，也可以保持围城，消磨敌方城墙。开战！要想活命就认了，甚善。为了天下大义，向前推进。谈谈贸易吧。那就下次吧。锐不可挡。
正义必胜，我等应设宴庆贺。我变得更为真实了。参见大人。
在我们反悔前，赶紧接受吧。真是冥顽不灵。我军必胜。快点。目标只有一个，身心俱疲，继续休整，一鼓作气。还是贸易赚钱快。后会有期。恢复原样，身心再度融为一体。我方静候足下答复，如你所愿。
我会对你仁慈一些的，慎善。希望你能深思熟虑，尊重你的决定。心如利刃。
考虑一下军事通行权的问题吧。足下深思熟虑，英明决断。信任在外交中尤为重要，背盟契约会影响他人对你的看法。如果都知道你不把协约当回事，那么缔结新约就会。虽然此地百姓算不上多，但总归是有人。遮阴避暑，保存实力。
我们来商讨一番，仔细想想。我方同意。你要怎样？欢迎，朋友。来谈谈条件吧。请坐，我们谈谈吧。我已迫不及待聆听足下佳言。别来无恙。很高兴与你见面。又是你这厮。开战！拿起武器！向前推进！挫其锐志，
春风又至，再图新迹。虽然此地百姓算不上多，但总归是有人。
杀！行事谨慎，可称机敏。召集众人，有要事商议。大人，悉听尊便。如此一来，皆大欢喜。那就下次吧。不可挡！诸位举杯相庆吧，这是我们应得的。